们今天哈有新增335例哈 COVID-19 的确诊，333例是本土，那2例是境外移入。那境外移入案例是2017跟2018哈。那333例的本土案例，189例是女性，144例是男性。那男性介于未满5岁到90几岁。那发病日到裁检日介于5月5日到5月16日，居住的县市分别为台北市158例，那以万华区89例为最多，那其次为新北市的148例，那以板桥区41例为最多，桃园市10例，基隆市6例，彰化县5例，宜兰及台中市各2例，新竹县及毛利县各1例。那境外移入的个案是30多岁的男性，那本国籍20多岁的女性，分别自菲律宾海地入境，入境日为4月30日与5月16日，那均持有3日前的阴性报告。那我们今天对于那个健保医疗资讯的云端查询系统我们增列了通报个案经检验为阴性，那及经疫调为自主健康管理者14天内的自主健康管理提示。那整个的这个管理健康管理提示的系统里面，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提示刚刚有报告有2种身份，一种是通报个案经检验为阴性者，那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经检验是阳性那当然就会到相关的集中检疫所或者是在医院里面。那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裁决里面还是有这些检验阴性，因为时机的不同或者未发病的情况，所以他可能还是有这样相关的可能性，所以我会把它注记起来，那提醒医疗机构要注意。所以我们还是再重申有关相关的假讯息请勿转传那整体它是有刑责那也有我们的罚款罚款最高可以到300万，那或者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好，所以提醒大家，收到不明来源的疫情资讯，先多方查证，勿急着分享转传，以免触法。好，因为现在的疫情比较严峻那相对的这假讯息就增加，请大家也提高警觉。